项目一定要来到现场看，包含到的这个竞技啦啦队。震撼度，现场看的感觉会完全不一样。王者冠军，世新大学上阵了。啊，现场呼声很高，而且世新大学的队员们大概都有被训练出一定程度的气质，就是对自己的信心哦。还有就是我前面说到这个前排的这个拽的感觉， yeah， 或者是秀的感觉，就是站出来我最厉害这种感觉。我这让我们想到我们以前的一个朋友，那 Kobe 啊，他也是属于这样子的人，他就是啊。来看一下世新大学的表演。在看河的速度非常的快，冠军道具的配置让我们的视觉非常的丰富哦。在世新大学口号的部分就进行了1分02秒，这也是今天最长的一次口号了。互动性十足，现场观众也给予很大的力量。南比城有做到 4 round，但是没有全部的组别都做，比较稍微可惜一点点。那也没有在最高点贴，也是稍微可惜，有来到 Hill Street Double Down。原地翻腾有做到手翻。出跑翻身的系列内转后空后手，转体翻的，这个翻腾力道很强劲，速度很快。好，这高度很漂亮哦。后空翻上 ，yes， 好 ，nice。一个转接，一翻腿，空抛得，好，侧空翻的旋转系列。四组同时一起的720。刚才提到的可以 rewind， 所以来到 rewind 的郭鼎晨，沿着的 rewind 转体上221，快攻快上，哇，临门一脚，可以救回来了。最后的你吗？加油！哇！差了临门一脚，对，就是差了一点点哦。哇，选手看到马上就觉得很自责了。对，当然就可能会很难过，哭了。哇，但是米林老师马上过去安慰选手。但整体来讲，他们的所有的速度、高度，其实都还有在一定的公开组的水准在。对。哇，但是这对他们过程来讲，其实也很不容易。没错，虽然是有一点失误的状况，但是
哦，今天的表现也是至少把自己应该要做的事情全部都拿出来了，平常的练。